是有点目的，或者是说你喜欢他某一个东西，如果他有一点点做错，你突然就觉得我收不起来对他好的那种感觉了，我也想跟他好，但是他做的那件事伤害到我了，我伤心了，我想对他好，我没感觉了，没激情了，是不是？我好不起来了，这就是人，就是那个缘接不上了。虽然你很想跟他好，但是他不断的伤害这个缘的话，那个缘也不行的。就说两个人需要两个人共同的缘去促成这个世界，所有的东西都是，就缘聚了那个东西才有，缘不聚就没有。想清楚了，这就是智慧。我告诉你，智慧没有那么高深，这就是空性的智慧，情执里边的。你看清楚这一点，你追逐的东西是个梦，梦幻泡影。你想在这里边寻找到什么价值？就是不需要这些东西。你不是不需要，是要看清楚。佛从来没说你不需要，你需要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助缘。这个情就是个助缘，知道吧？有情碰你，你才知道哦，我叫有情众生，原来情是这样的，这样难受的。好，你动了，你能在这个里边解脱出来，这就是从苦海里边出来了吗？你从哪解脱啊？你否则你不动，就像个草木顽石里边没人碰你，你还觉得什么叫解脱啊？干嘛解脱？因为你苦，所以才有解脱这个词。我叫在遇到这个事情之前，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苦。哦，是啊，你也就不用就每天吃喝玩乐，然后跟小和尚跟其他小和尚吵吵架，然后你说我啥了，我说你啥，哎，碰到这个了，好辛苦啊，我好想怎么样，但是却这个世界因缘不具足。你知道这个事情的因缘不具足，并不是因为你出家吗？并不是说你出家或者在家的问题，是所有的在家人也面对同样的问题。真的，你问问在座的所有师兄，你一个一个问。他们有没有跟他们最喜欢的人在一起？一个一个问，从女的问到男的，你问问。就说我出家了，没办法跟我心爱的女人在一起，你们呢？你们是在家人，哪个姻缘具足了？不是没有那个缘，是在一起的就不喜欢。告诉你，就是这样，在一起很快的就不喜欢，他把那个缘促成了也不行。无常，缘生就会灭。知道吗？有生的时候就一定有灭，有心一定有灭。唯一就是开悟了才不会。你开悟了再说，你了悟了这个情的本质上的东西，你真的是了悟了，你真的看透过了，你才能解脱出来。你否则怎么解脱出来？出去，这就是佛的空性之间，你一定要用佛的东西来解脱。你靠你自己的那个贪嗔痴慢，靠你自己的挣扎，你能解脱吗？你靠你自己可以放下这一件事，但是下一次你还会陷进去。你可以放下跟这个女居士的，下一次你就陷在另一个女居士的，因为你那个解决不了问题的，你解决的只是跟她的缘，这就叫苦，知道吧？清苦，很苦，所以我们才修行，希望看清宇宙，看清真理。当你成就以后，不是说你没情没义了，不是。真的不是，你可以重新再来回到这个红尘，那是另一个层面了。你怎么做，那是你的选择。我就是感觉自己是不圆满的，但是遇到另外一个人的时候，就感觉两个人在一起才圆满，就是这么想。什么叫圆满？你认为什么叫圆满呢？你觉得你的生命是有缺陷的，那个人弥补了你的缺陷，是吧？哦，你有这种感觉。是吧？现在问题是你没有跟他在一起，你现在不圆满，是吧？是这样。但是所有的人大家都不圆满，因为不是你一个人遇到这个问题，所有的人都遇到同样的问题。但是佛说我们本来具足一切，就是我们本来就是圆满的。佛的真理是告诉你，不管你是谁，即使你是个残疾儿，缺腿少胳膊，你也是圆满的，因为你是佛。这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伟大之处，他说是圆满的，但为什么我们不知道？为什么你既然是以相的圆满来达到一个圆满呢？那些相是虚妄的。如果你看到这个世界生生灭灭的话，你怎么可能成道呢？一切都在生灭，就算你今天跟这个女孩子在一起了，你们结婚了，生了孩子，有一天可能你先死或者他先死，还是留你一个人。如果他先死的话，你还在这些，还不是一个人，
那就圆满了吗？你的生命圆满也就是暂时，你不可能跟他同年生同年死的，所以那叫生灭法，那个是幻象来的。佛告诉你，佛讲来讲去不断的讲，你着相了，你把你的圆满建立在那个幻境里边，生灭法上，就像空气里边吹个气泡，你指望这个气泡永恒，知道吧？那怎么可能是圆满呢？你只是喜欢想跟他在一起，就这么一件事。然后呢，没有条件，不能够在一起。你只是喜欢一个人的时候，白天晚上啊，每时每刻每分每秒，我就想跟他在一起，哪怕不说话，我觉得我生命很踏实。你明白吧？这是一种，这是一种情，就是人的，就是说情欲开了，情窦初开，很多男孩子、女孩子具有，就是这样的。我跟我所爱的人在一起，尤其男女，哦，觉得很好，那种感觉很好。但是你知道那种感觉会变的吗？很多人刚开始谈恋爱都那样的，但是过了两三年，最后就吵架、打架、离婚了。然后我一天不跟他在一起，我一看他就烦。我跟他在一起永远不能圆满，我出去才能圆满，就是这种态度。我告诉你，我一看见他我就不圆满了，他就是破坏我圆满的人，甚至是这样子，所以他要跟他离婚。无常，这就叫无常嘛。是自己的问题吧？不是你的，是很多人的问题。我感觉是你存在很缺什么东西。嗯，很缺什么东西？就是感觉一个人怎么不快乐？哦，你一个人不快乐，那谁不是一个人呢？谁不是在自己的世界里一个人跌爬滚打呢？就算这，你看满街这么多人陪在你身边，你都觉得你一个人，那怎么个两个人法？你告诉我，难道结了婚、住在一个房间就是两个人？结了婚住在一个房间也就是这样子哦，能怎么样呢？不是说是大家在一起，你娶个老婆，或者是那种东西会厌倦的。就算是有性爱，有这些东西，可能我告诉你，你会厌倦的。就像吃这个月饼一样，让你每天吃，你不想吃了。我告诉你，你没有的时候你想吃，你吃了你就吃久了，你又不想吃，这就是人。所以怎么也不自在，你怎么也不自在，是吧？是要回归自信者。是啊，你只有成佛，没有其他路可。你要想自在，想圆满，想永恒，想从头到脚充满爱，从来不孤独不寂寞，只能回归，只能成佛，成佛回归到你的生命的源头，如来的真空之境界，真空，你是真空的，就是这样。我说个佛跟如来，怕你着如来的相，怕你着佛相。我说个真空，自信真空，你可能没那么着相。有时候也感觉像回归自信，也不知道是不是。你目前坐在我这说的所有话都不是回归自信的人说出来的，知道吧？回归自信的人没这么多纠结。嗯，他做的时候偶尔。不会说是我跟另一个人在一起，我们是圆满的。我一个人不圆满，这最起码的见地。嗯，迷的时候是这样。啊，那你要迷了呢，还回归什么自信？你迷了的时候就没回去了，偶尔会有这样体会。嗯，那继续做吧，继续做，在芥蒂上，你到底看看释迦牟尼佛到底在讲什么，你一定要在理论上打的，你去了解，而且去很深的去很，如果你想修行的话，你一定要关注佛在说什么，你要关注这些东西的。你现在满身心的想着是我好难受，我不舒服，我想跟所爱的人在一起的话。你对佛学其实没太多兴趣，你只是打坐，你只是练腿，你觉得通过这个练腿我可能能够战胜自己，不是那样的。你需要在佛学的理论上了悟一些东西，你要看佛学的东西，看佛在说什么。我靠，你就是坐在那坐垫上扛，你能忍受多久呢？越说自信，越说我不一样。是自信也是我，但这个我人家是无我的，我是证入空性的我。这个在你没有证入空性以前，我们还是一个凡夫，还不能这样说，因为你没有安住在如来空性的果位上。如果从果位上的角度来讲，这些一切相也是自信，也是空性。你看见这个也是空性，这也是佛。我告诉你，
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如了。看的东西是太多，就自己没有体验，自己亲身。你没看懂，我告诉你，你继续看。你只是看了一些概念，你只是说哦，这个，你不知道佛为啥站在那个角度说这句话。你这个东西叫如来，他为什么会这样称呼？你要知道你那安住你的心应该安住在什么角度上来理解这句话。如果在一个贪嗔痴慢疑的角度，在七情六欲角度，还有我执很重的角度，这就不是，这就是个龙眼。所有的一切法都，所有的一切事都是让你造业的。你吃了就得还，那这个因果，欠的就得还，就是因果，就是这样。